谁偷偷射出爱情的箭，让暧昧的我们才靠近一点，能够遇见才有缘分这一天，让美丽的你住在我的心里面，你的影像常常在我脑中闪现，每晚的梦都期待你能出现。 I don't know 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， But love that's true 我不会敷衍，我请你相信你的苍天不会让你伤心，让你伤心，我请你相信你的苍天一定会让你放心。如果爱真的可以拥有一辈子，那你在我心中肯定占据重要位置。 Next lifetime I will still choose of love 的话，我们一起回忆。我只想要你 love love love， 我只想要你 love love love， 别再试探彼此的心，把爱说出。你别锁定 love love love， 别怀疑恋爱的感觉。Ooh, I love you， 你也真在爱。高兴啊，高兴啊，那个他去送外卖了对吧？啊，是送外卖了。啊，奶奶，哎，您怎么来的呀？是司机送您来的吗？不用，打车来的。现在这个电话上都有软件，这么一摁我就叫了一辆专车来了。喂，知不知道刚刚来的时候我打了一辆路虎。哇，奶奶，家里面有司机，您不让司机送您来？我妈妈前两天说您这两天有点咳嗽，还再三嘱咐让我照顾好您，你要不然先回家休息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连坐都没有坐下就撵我走。哦，行了行了，反正高兴不在，高兴真的不在啊。那我就走了，你不用送我的啊。我一摁一个软件，一定来一辆专车，说不定我还能遇上一个比你们更帅的小王子司机呢。明天会更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慢走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所有人都在找我呀！哎，你们就不能给我留点空间吗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去，去！你找我干什么？你都多大了，能不能有点礼数？没让你坐你就坐，你还翘二郎腿，尤其在公司里啊。那您的意思就是我重新再坐一次呗？少华，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，你那个过家家似的小打小闹，你准备做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是江氏集团的长孙呢，你是江家的长孙呢，你也应该扮演你应该扮演的角色了吧。我决定去美国了，美国一家游戏公司邀请我去做游戏设计，考虑再三，我决定去了。你这是对我的反抗？你要是这么理解也可以。我先走了。
需要你的时候一点忙也帮不上。专业的眼光帮我看一看，我穿哪件出去约会比较好啊？这件。没有男人会喜欢脚踏两只船的女人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脚踏两只船啊？我很明确的回绝了黄教头，好不好？自己内分泌失调，就把气撒在我身上。哟，怎么了？两位姐姐又吵架了。妈，你知道我现在失业了，家里什么情况你也都知道，你怎么每天都知道买买买啊？怎么了？我买东西我犯法啊？我这商场打特价，我才100多块钱。妈，你别理他了，他心情不好就拿我们撒气，有本事跟你老板横啊。窝里反算什么本事？是，我是没本事，有本事也不会变成无业游民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失业了，但是你不能把气都撒在我们身上啊。就是，我们是无辜的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出去透透气吧，别老在家憋着，憋着迟早会憋出病来。出去，出去散散心比较好。一二。爸爸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打球呢，要不要一起？啊，好啊。试试。哇，好棒！看了吗？哦，谢谢。哎，喝吧。这是什么呀？椰子水，夏天喝去火的。真的？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？
我没跟你说我不开心啊。当然你不开心了。我对你的了解呢，比对我自己的了解还要多。怎么可能啊？什么怎么可能啊？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知道你不开心给我打电话呢？要不然的话，我为什么把你约到这儿来打球？要不然的话，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话？嗯？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其实呢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帮上你的忙。谢谢你。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。谢我？谢谢你明确地拒绝了我，不给我任何幻想的机会。这样，我们两个人可以坦然地做朋友，遇到问题的话，彼此倾诉，开解，多好。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比之前那样别别扭扭的感觉强好多。反正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咖啡。唉，离开王子咖啡店之后，我就想了很多。我就发现咖啡的世界真是奥妙无穷。用什么样的咖啡豆，怎么烤，水温多少，呈现出最后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要不要去我家喝一杯奥妙无穷的咖啡？好啊。哎，出了很多汗吧？嗯，去冲个澡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那怎么行呢？怎么能随便在别人家洗澡呢？这怎么不能洗呢？浴室就在二楼，啊，嗯，谢谢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浴室的门锁坏了，可能锁不严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快去洗吧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行了，那您先回去吧，就不用送了。有空那个，欢迎你常来啊。这个不要再让我三请四要了啊。好，谢谢啊，哎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哎，你好。来瓶矿泉水。哎。在哪呢？我们去找爸爸好不好？莫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饭啊。为了答谢前两天你送我回家，特意给你做了爱心便当，不准嫌弃啊。拖把爸爸，有没有衣服给我一件旧的就可以？高兴。跟你一起来的女孩就是高兴吧？现在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当初怎么没认出来呢？
哦，他跟咱们 Terry 关系特别好，没事就带着他遛弯了，一起玩耍。对隐瞒的事儿，感觉到内疚了吧？对了，房间有我之前没拿走的衣服，把那个给他穿吧。怎么说都是女孩，穿男人衣服不太好吧？那我上去拿给他。高兴，怎么没穿我衣服呢？不是流好多汗吗？这样汗津津的，白洗澡了。我穿我自己的，方便也舒服些。我先走了。先别走了，过来坐。希望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能告诉我你们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吗？这个三言两语也说不清，有时是因为送外卖遇到的，有时是因为拖把。可是你一定要相信，他心里只有你，你们的感情对他来说很重要。我不会破坏你们的，而且我希望你们可以很幸福。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。是，我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，尤其是无条件信任很难。你说的对，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羡慕我？我长得像男生，性格像男生，我只是不招人喜欢的男人婆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如果一定要说羡慕，应该是我羡慕你啊。我？你可是气质女神，人见人爱啊，真的。秦老板、韩小姐，谢谢你们的咖啡啊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，那我们下次见哦。再见。高兴。别太快，路上小心点。我刚才跟韩小姐聊得可好了，她人真好，真羡慕你。快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啊，有事打电话。好的，韩小姐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感觉你今天高兴得过头了。他。耶。I want the how, I want the why.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. 哎呀，我说你别吃了，你都快成猪了，你赶紧回店里吧啊！我继续走的，哪有脸回家？哎呀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，你俩又不是第一次吵架，装糊涂回去就好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自己耍的酷，哭着要撑到底。
小青，别生气了，回来上班吧，好吗？高兴，知道错了吗？知道错了就回来吧，听到没有？告诉你，你要不回来就死定了。我那本书去哪儿了？我那本书去哪儿了呀？这儿呢。高兴，你必须得回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问为什么，反正你就是得回来，你也别跟我说什么这个。哎，这八皮哥给你打电话了呀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？哎，喂，干嘛啊？明明是你打给我的，好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敢做不敢当呢？明明是……臭丫头，你还叫不够丢人？喂，喂！哎呦！神经病啊，这是！你耍我开心啊？真是稀客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嗯。高兴呢？我前天把他开除了，他总是公私不分，跟我对着干。不过，坦白的说，我现在确实有点矛盾。因为我觉得，有的时候确实缺他不可，可有的时候，他总给我添麻烦。想见，却又想分开。啊，我是说，我懂你这种复杂的感觉呀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没他也行的话，就没必要伤脑筋。你之所以伤脑筋，是不是意味着没他不行呢？但是，确实是我开除的他，怎么才能把他叫回来啊？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有一次跟画廊老板吵架了，当时我特别的生气，我打算以后再也不理他了。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忽然给我打电话，一张嘴就是说四点好呢，还是七点好呢？我问他那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接头暗号？不是，他说要请我看话剧，然后我就说那就七点吧。所以呢，遵从自己的内心吧。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你自己琢磨琢磨吧。我觉得你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。我先走了。笑什么呢？你呀，以前总说我脚踏两只船，现在呢，
你呢？他们兄弟俩，你喜欢哪一个啊？我承认，我是对秦哲墨动过心。你看他那么优秀，对我又那么好，不动心也难吧？哦，我知道。哦，知道什么了呀？后来，我才发现，我对他只是欣赏。江尚武，才是我在乎的人。你们俩还真是相爱相杀呀。通常在爱情小说里，你们这种相处模式处于虐恋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去去去，说什么呢？说点吉利的。接呀，你不是一直在等他电话吗？竟然就是矫情。喂，变异坊还是金钱豹？什么？我问你是变异坊的烤鸭还是金钱豹的自助餐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要请你吃饭，我问你是想吃变异坊的烤鸭还是想吃金钱豹的自助餐？快点决定。当然便宜坊啊。给你10分钟时间收拾，快点出门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慢一点吃啊？没人跟你抢，这两只鸭子我全都给你，我一点都不吃还不行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想用两只烤鸭再把我糊弄过去。本来就是，垃圾里面不能加生奶油，我非得用加，加了他点别的不就好了？不是你有完没完啊？怎么还记仇啊？本来就是客人不对。谁是老板？干嘛笑啊？我笑你像头猪一样，吃饭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。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笑，我也不笑了。哪有那么好笑啊？神经病，神经病。酒啊，我喝了这杯我就原谅你了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来，干杯，干杯。What's up?
点儿都不对，还唱。高兴做最真心的坦白时间，高兴，我从来都没有真心的嘲笑过你。你做手工，你送外卖，你在跆拳道馆做教练，我从来都没有嘲笑过你，因为我佩服你，佩服你有面对生活的勇气，而我绝不能活得像你一样，所以你打我一下吧。不干你一般见识了。不行，你不打我我心里不舒服。来吧。那你不许后悔啊。绝不后悔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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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血了！别出血了！来来来，往那边出血，走，慢点。啊，皮哥，我问你怎么那么脆弱，轻轻碰一下就不是。哎，我说，我是因为可怜才收留你的，那都是气话。我真心向你道歉。彼此彼此。我也把你的鼻子弄流血了。不过没想到你个儿不大，力气倒是不小。哎，你做我保镖吧。保镖不是黄豆。他不行，他就是个样子货，谁让他让你行啊？行了，别拍我马屁了，我看你都看腻了。看腻了？真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是那样的。不是一模一样吗？什么一模一样？你再来一遍。不是。你看我，你这放屁！你才放屁，你拿嘴放屁啊！你拿字放屁，林承言！你看是不是放屁？咖啡，小心烫哦！欢迎光临 Prince Coffee Lab， 好喝，现场咖啡，欢迎光临。行。今天的咖啡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咖啡给大家啊！谢谢叔叔。不用谢。乖，欢迎光临 Prince Coffee Lab， 免费品尝咖啡，谢谢，欢迎光临 Prince Coffee Lab， 一定要来我们 Prince Coffee Lab 喝咖啡哦，欢迎光临 Prince Coffee Lab， 免费品尝咖啡，一定要来我们 Prince Coffee Lab 喝咖啡哦，欢迎光临 Prince Coffee Lab。高兴真是全能啊，什么都会干，太能干了，比我们都能干。高兴啊，高兴。你们就这么想我啊？高兴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有高兴才真的高兴呢。对啊，我想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去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而且我们都一直在想你，尤其是黄教授。对对对，你和老板到底怎么了？对啊，你们是不是和好了？没事了吧？说，你到底怎么说？耶！
们要喝什么？三号桌一个芒果蛋糕，两杯冰美式。慢用。黄教头过来收拾桌子。我来了。你拿这个。啊，好。果茶清新用。咖啡拿铁。啊。哎，我说啊，想在雾霾这么嚣张的北京养好咖啡树，年轻人，我不得不说，你这脑洞开的可不是一般的大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这棵咖啡树谁养的，肯定和我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，和普通的咖啡树怎么能比呢？哎，我送你四个字，药不能停。又想把高兴气走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把高兴气走，我要动员店里所有的宝宝一起辞职，让你做一个孤独的宝宝。好，是我吗？最近这个王子咖啡店很爱我的人，应该想办法压压他。好的，我已经在办了。好极了。可以尽情享受美女更多票，我还带了便当，跟大家一块吃。这你倒做得不错嘛！哎，今天不是来玩的，我们要谨慎行事，怀着以学习的目的来参加这次会议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好，知道。走吧，走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各位先生女士们光临 Joy Life。我和秦总代表全体 JoyLife 员工对大家到来表示欢迎。秦总因为我重要的事务在身，所以不能出席，我替秦总向大家表示歉意，希望今天大家能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。肖先生，听说 JoyLife 为了这次竞赛邀请了咖啡界的专家，请问做到如此规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竞赛？什么竞赛？怎么变成竞赛了？老板，什么情况？老板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反正我们也是被骗来的。我们是，我们走吧，我们放弃。先看看情况再说。众所周知 ，Joy Life 一直秉持着打造出最高级的咖啡，当然今天也不例外。这次邀请专家来，其实就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指导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一场高水准的竞赛了，是吗？是的。虽然是一场友谊赛，但将以国际咖啡师的标准来进行比赛。两队会在专家和记者的监督之下选出参赛的队员，在十五分钟内调制出四杯意式浓缩、四杯卡布奇诺，机会
只有一次。搞什么啊？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江尚武先生，请江尚武先生回答一下。不是，老板，你一定要说，我们被骗了，我们不要参加比赛。你一定要说。是，我们放弃吧。就照他们说的办，反正咱们也没什么准备。江先生，请。江尚武先生，听说您跟招 life 秦总是表兄弟，这次您是利用表兄弟的关系寻求帮助，还是以咖啡行业的信任向大师进行请教呢？首先，我代表 Prince Coffee Lab 的所有员工，向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比赛的主办方表示感谢，谢谢。但是很遗憾，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次大会的状况。对啊，这我们不知道。说不参加，弃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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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弃什么？我们原本以为这次就是一个联谊会，要知道邀请了这么多重要的贵宾参加，我来之前就应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。这就是一场友谊赛，如果 Prince Coffee Lab 没有一定的实力，也不会被受邀参加了。难道是我高估了 Prince Coffee Lab 的实力？你不会想放弃比赛吧？时间没写好的缘，再不敢也只好把等待交碎到心底默念。一定上帝说过又不算，答应此生见了面，友谊再刁难旁观。我是你的同心圆，为着你安静的旋转，可是我好像冲不至局面，还是我多半自相情愿。你的同心圆，等着你痛苦的表演，不是我多难隐藏着爱恋，只是同心圆相伴却没有焦点。何时去发我的愿，都不会让我的用黑夜掩盖住孤单不安。但每次话到了嘴边，总是转头看着天，落座你双眼深陷。我是你的同心圆，局面还是我多半自相情愿。你的同心圆，当着你痛苦的表演，不是我多想隐藏着爱恋，只是同心圆相伴却没有焦点。